Of course, the safest way to vote is to vote by mail if you're eligible. Today is the last day for us to receive your application to vote by mail, and that's safe and convenient to vote from the comfort of your home. 今天我们非常欢迎行政书记官办公室的我们行政书记官 Chris Holling 来到我们崔西基的活动中心。我们都知道这个崔西基是我们最受华人欢迎的一个投票所，那希望他的来到能够鼓励我们更多的华人出来投票。那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知道大家都不太想要出来亲自投票，那所以呢，我们希望鼓励有合资格的人能够申请邮寄投票。虽然今天七月二号是邮寄投票的最后一天截止日，那您还是可以用申请表格以电邮或者是传真的方式来传递给我们，然后呢再传那个电邮或者是传真给我们之后的四个工作之天之内呢，你再邮寄给我们的话，那个这个申请表格才有效。那申请的资格呢是，凡是在选举日您满65岁或65岁以上，如果在选举日跟邮寄提前投票之间，如果您不在本县，如果或者是您是生病或残障的话，孕妇也算在内，或者在建福星，但是有投票的资格。那因为上个月我们北州的最高法院裁定，如果您觉得亲自投票有可能因为你的免疫低会伤害到你的健康的话，您可以用这个理由，但不能是唯一的理由来申请这个邮寄投票。也就是说，如果您有一些慢性疾病，高血压或者糖尿病，在长期吃药的话，因为你的免疫低来亲自投票可能会危害到你的健康，您就可以申请邮寄投票。那欢迎您多用这个选项来申请，然后来保护您的健康。这是我们这个一个特别的一个选项，为了应这个疫情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多多参考这个选项。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也欢迎您跟我直接联络，我的电话号码是713-274-4325，谢谢。